亮油纸外形设计可爱美观，水木式加热系统，加热速度快，制热范围广，可从30至85度之间调节，采用旋钮式温控器，可根据要求随意调整温度，持续不断的搅拌设计，让饮料更为细腻，口感更好。特有的防堵塞龙头设计，含有热保护器的304不锈钢电热锅，食品级高密度 PC 料桶，易于拆卸和清洁。防螨易浮标指示，产品均通过 CE、ETL、ROHS 等认证，电源电压和频率可依据客户要求选择。现场演示操作，加热容器加到最小刻度与最大刻度之间，刻度线接通电源，打开主开关，旋钮转到所需要的温度值。一，如果机器内没放水，以上第二点就开机，热保护器就会漂亮，机器就会工作。二，如果热保护器跳掉，请打开保护器按钮盖，再按下保护器按钮，就可复位。清洗部分：一，按住防堵塞龙头，把透明桶内的饮料倒干净，然后放掉加热容器内的水。二，打开桶盖。三，取出搅拌液。四，打开固定透明桶手扣。五，取出透明桶。六，取出搅拌轴。七，用手将固定防堵塞龙头的插销按到底，并往后移动，把龙头组件取下来，清洁的零部件。九，清空和清洁接水盒。